的会先其实就是告诉大家，这回合能做的动作有加分是，这回合盖房子每一栋两分，然后回合结束每四点蓝色等级无条件获得一个计时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回合正式开始，请大家拿收入，你露出了什么手就拿什么东西。一开始这个算一个吗？有，对，所以一二三四，所以就像所以那个有拿四个功能，四个功能。所以这个游戏就算你把房子全部退完，这个也可以拿吗？啊，有那个都有。所以我是转三点再加一个功能，转三点加一个功能，然后一个魔力，一个魔力跟两块钱，再给你一个。然后还有哪里可以拿？一二三四，啊，这么少。这个是什么？交易所。交易所。这是住宅。对。然后这个是缴回去才会结算。对，目前这回就是我跟你缴回这两个行动板块是有外加的。所以我要有交易所才有两个。嗯，对。那这回其实玩家还是有小爱心，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特殊行动，先选。如果你有喜欢的，可是要爆魔力。对，可是通常都是代价都是爆魔力，代价都是爆。嗯，没办法。小哥，我现在先升3块，那这是副掉的。那我可以选择拿两点，因为这一家盖房之后，我这个目前已经是二级建筑了，所以我要加两点，但代价扣一分。土地要几块才那个、啊？至少4块地，你现在满足了第一个条件，那你还有第二个条件吗？总和要7点以上，魔力建筑物价值。既然。这样子，我决定先选。哦，GG了，我发现。我后来这样仔细这样看一看，我GG了，他算了，不怕。但是他旁边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用？哦，就是升级的时候可以拿到那个魔力点数。其实不是自己升级，是别人在你房、哦、对，别人升级的时候，在你家周围盖房子、哦，就是有可能就是假设一玩选这栋，我说我要盖房子，我就会影响到蓝色，也会影响到黄色，因为我选的是这块地。嗯，我先选择炸掉一点，因为我也要炸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炸掉一点。我要消耗3点，我要拿这个，技师对我而言太重要了。换下一家，换我。对，4个区域再加7点，总和7点。你现在目前这个区域叫做4点，嗯，所以你要升交易所，交易所叫做5、6、7，哎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现在有航海吗？我有一个航海，可你不允许跨海建城市。哦，你这边挖了地，可是没有直接相邻，你不能喊。哦，你要连续。只有人鱼这么例外，他就是可以跨海建，我们三家都不能跨海建。哦，那我盖这干嘛？哦，你可以建桥梁，这样四重有连接。对啊，那我刚刚那我刚刚要拿桥梁，哎，对啊，就不要拿计时。好啊，没有没关系，虽然是可以。我有赚2分嘛，你可以再爆。哦，对，再爆再爆再爆都有。对，我在想，我有桥梁，我干嘛抱桥梁？我有桥，我有桥，我可以盖桥。好，不要了，不要盖桥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放桥。对，所以4、5、6、7就可以了。是，总和7点，两个功能3块钱。好，那干嘛升级交易所？交易所，你要升哪一栋？这栋。哇，那鱼丸赚1点魔力值，这个。两个功能3块钱。你自己放沙漠化下一回合才用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沙漠化下一回合、马上可以用。OK， 当前回合都可以，只要你露出来那个特殊。他这回合只要一身要塞就可以了。哦，8块钱，哇，有钱拿。然后你们可以拿魔力。目前可以拿的是总共有2家，绿色，要不要拿一点？一定可以拿，因为免费拿。拿一点。对。那一般我也选择拿3点。3点。可是要报1、2、3扣2分，我现在又来到20分了。Okay, 然后等一下我再用。对，这回你开始可以多选那个特殊东西，这就是放你旁边了。OK， 每合一次。沙漠化，沙漠化的条件其实，有一点小的限制，就是你只能选在你的国家周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想到无条件是很强的。
无条件，所以如果上面有房子，没有，一定是这个，不能这样子。对，不会，这个不会把别人房子。那我就把它弄死掉了。对，我们就采访。我把它弄死，对，攻击他。我很担心。就生物化有点强，它可以帮你省大量的功能。对啊，所以我后来，尤其你选的是那种很难的，都超好，都是超赚。所以我后来想一想，我本来要打算开低，后来不对，那我应该开低之后再转过来用，这样不这样？对，一回一次，不会，我足够了，因为我浪费的技师可以去生产值，所以长久下来后算技师。那你可以讲，反正那个动作六分，这些六分来讲算蛮多的，不少了，不少了，我知道了。但是前期上我可以大量的发生，是，很需要。所以假设说，如果我要盖要塞，然后我零的这个也算是这样子吗？这样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都算。对，然后我再盖一块地，这样就满足了四块地。可是你总额还是要加总额，我们会检查是否有七点以上。对，要总额要七点以上。目前这边这个区叫做三块地，总额目前是四点，因为是一二三四。哎，对，他那个连法好特殊，他连法很妙。对啊，没有，那时候只是想说可以盖的。唐海树不能盖，它其实不太需要盖了。老师，唐海树没有办法盖房子。唐海树没有办法盖房子。有的话可以盖啊。什么意思？不懂。没有，他是说，因为你刚刚拿的是，只是说你不像鱼人，这个跨了就断了，就算你在那边盖房子不会加分，但他可以，他这样一样在算加分中。这个有点美，因为我旁边的地都是。你就至少再挖一块就好，你不用像我们要挖到那么多块。不用挖到那么多块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我挖我也要选啊。也是要啊，但是我觉得省下很多人啊。我还缺一个功能。怎么拿得到功能？我现在只剩下十点的魔力值，不能再爆了。我录两个铲子是要用多少？六个。三个功能等于一个铲子，两个铲子等于 六个功能。嗯，对，所以如果你跳的话，一定要跳森林，然后你周围的森，就是没用。我觉得这个地图也蛮机车的。这边有一个，但是也不太不行啊！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连四个，才有办法去挤要塞。别人说我现在只能挖这个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挖这个杀伤力比较小，因为这个两个铲子。可是你有那么多功能吗？你现在才五个功能。对啊，然后就是五个，然后变我要再去炸掉。不然就炸掉拿两个铲子的效果，但是要炸六点，超多的啦，到第六点有点贵，六点有点多，我觉得。除非你升级航海术，或者是铲子，但是升级航海术又要技师。对啊，不是技师。技师，然后技师我要升级建筑。没有啊，其实懂了懂了，其实我觉得 run 过一轮之后。但是升级，还不是一样要十块。而且他点数取。点数刚好目前是没变，对，除非往上升。黑地，不对，你有黑地。有啊，但是没有连啊。有黑地。一跨进来，连着算在一起。三个，没有，你要先拿三个铲子。你要先征的，把它挖成那个消耗你三个，然后再盖房子，再消耗一个工人两块钱。块钱一工人两块钱。哦，三个。OK， 结束，然后。完这样的话就一二三四五分。还差两分。没有，我还要再升级一个。我刚应该拿你那个铲子，算太晚了。拿。其实我现在比较想要铲子。不要爆了，我刚刚已经爆过了，我不能再爆了。但是我确实是差一个功能。那我选择我选择升级神庙。然后选这个，等我动这一块，然后花两个功能五块钱，
然后我那个是三点魔力，所以你要拿三点，但是代价要扣两分。那蓝色如果要拿两点，代价要扣一分。好，当我零分。拿。对，我要先从这是一二三上去。对，所以你要拿吗？两点。那我拿两点扣一分，有办法倒扣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是二十分。哦哦，好啊。所以我扣一分，然后我扣两分。两点，你扣两分，两分。嗯，那因为我盖了这个，我可以选一块这个奖励，这边就要宗教奖励，选一片。那我选择，那只能用一次就要归还。啊，没有，是永久到游戏结束。对，一直下回就用，下回用。除了这四片，他没有手。嗯，他是 OK， 我拿加一次就是一次。我懂，我懂。他有手的话就没有手都是有会加的。我选择拿这个好了。那你要加，这边是加两蓝色，一二。那因为我经过那个奖励，所以就马上再挑一点，那这块就放在我旁边了。嗯，所以我也多一个特殊行动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圈圈那个？那个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对，这个吗？对，每回我多一个特殊运动，我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选择一个宗教等级上升一级。OK， 嗯，跟他的，欸、不是你，不是，是谁的？他的后面哦，你的背面有四点，那个可以再拿一个祭司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尝试。我缺钱，缺的很重，我没刚好差一点。我要考虑，卖身葬不行啊！那个再爆下去，刚刚蓝色有盖房子吼，你这个动作补给你两分，这个啊，对，这回盖房子留两分啊，这回我等等，我等等也盖，两个祭司三块钱盖。我又要拿模拟，我要扣分，花的，而且都以两分的分数不断的扣，可能会加三点魔力，看你想要不要。不要，因为我等一下需要工。那我加一点免费的，然后我又要扣分，扣两分，我扣两分，没有那个，这个是你的，干嘛扣自己？换我，啊，没事没关系，你要盖那边嘛？没有，我的能力直接发动，哦，直接沙漠化。然后一个工人两块钱。那吴越，你的这个动作比较特别，你不能被结，你不能结合两个事情啊。所以我先沙漠化，你可以先沙漠化可以，但是你不能等一下接着盖。哦，那我等一下再盖。所以你没办法前进，不好意思。不要，我等一下再盖，反正回合一定会轮到我，除非他等一下就把这个再盖下来了，除非我把那块地。我坏心的把它挖掉，但是它的跟我的间隔距离有点远，应该没有必要挖。对，可以不用。所以换我做神奇的动作。嗯。但是我工人又不够，所以我必须要先炸点树，炸点树换能源。这个四换二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刚刚原因一直被扣分的。对，超痛的，就无限一直被扣。所以你选择炸四点，那跟你移出四点。谢谢。那这个是怎么又用过？再用。那你是马上获得两个功能给你。叉叉。那就要先标记叉叉，因为你用的动作现在是六，那还不能改。嗯。那我挖挖地吧。我那附近都这么卡。哎，你的祭司可以当一个铲子，还不错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想办法拿资源去换祭司。所以其实盖一个神庙，所以其实你盖要塞不用盖神庙，反而比较悠闲。我想要先这边，那我选择挖，是没有挖，我挖这块，这样也付一个祭司，这个先加两分，一个功能两块钱，盖出去。绿色可以加一点，那我盖小房子再加两分。这回合，哎，可看你，现在才加一点，不涨价。那我晚点加给你。那一个功能两块钱。嗯。没有，你拿出来。你付反啦，拿反。那一个功能不是可以当一块钱？哦哦，
真的换的条件好，的确我刚刚没有讲，这边这个板块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我有看到箭头，这是你可以它的箭头等于概念，你也可以很亏啊，有可能。你的一个功能也可以当一块钱消耗掉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是拿一个功能再加两块钱。对啊，所以他选择消耗功能这样子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行。对，然后盖个小房子盖两层。哦，你有跨海、啊。跨海。那盖小房子这个动作两分，然后黄色可以免费挑一点墓地。终于。可是我刚刚换掉了，被换掉了嘛。基本上这几个动作很热门。两块钱一个，然后我要盖一栋房子。然后一样加两分，然后就跳一点。你加两分，那我选择跳两点扣一分。我为什么会扣分呢、啊？我现在怎么才四分？你在哪里？我不是早就不知道两包两分两分四分对。但其实我后来看一看，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有需要。的确要看你打的方式。通常都是拿来干嘛？升级，或是去祭拜、嗯。祭拜有什么好处？为了游戏结束的积分。所以火焰第一名是八分，所以这边的一二三名是每个神庙都会算一次哦，会算四个等级。所以要有祭司才能祭拜。对，你才可以选择第五这个动作，派出去祭拜，要有祭司才行。去神庙只能去一次嘛，对不对？不限。我懂。但是你要有祭司。只要你有祭司，你可以一直去。轮到你的话，是不是祭司就？你会。如果你选择是永久祭拜，你的祭司上限会越来越少。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去祭拜有分 A。临时的话是只能。临时就是加一，无条件加一，对，就这样的。但永久的话才是。就看你先第一名。第一个去加三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永久祭拜都等加二。这样子有四块钱，可惜。真神者。好，可是这样子就要付六块哦。好脏啊！没有啊，你这个是交易所吗？嗯。所以不算。这样没有满，这样不算盖房吧？哦，要盖房。那换我推一点蓝色。我要吃完了。那你等一下就可以拿那个。对，我等等，我为了是这个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哦，我爆两点。哇塞！我用三点拿一座桥。哇塞！哎、哦，桥串起来是不是他这个就串了？打叉，桥打叉。二四五六七，桥打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都是只要自己选一个。来一个六块钱。六块钱，五分六块钱，五分六块钱，签一定拿，所以你得到五分。然后果然二十九的意思。那这个地区对他来说是同一，这是都市。嗯，都市。我懂，我懂。所以他刚刚瞧的意思是那种存在。换五月。不知道干什么。永久祭拜。那经过他奖励推一个。聪明啊。看下一位。永久祭拜也太强了。所以永久祭拜之后，他下一回还有个奖吗？不会，一次会，他就一次。只是你的上限就卡一个人在那边。嗯，我懂，还好啊，打个四个人都。你附近有没有黑地或森林？黑地、森林、黑地、中间有。最好方式就是要抓、啊。你还要跨海。跨海不错。有啊，这边可是。不是，我现在要连啊。要连，那就是要升这个啊。因为两六分了，你其实差一点点。不对，六分。这边有个绿色的，先盖。他要这边盖都市，他其实你就在升级就好了，只是你两人不急啊，两人六块钱而已啊。这个升上来，两分两分两分，就七分。这样就有都市。对啊，所以就看你愿不愿意支付两工人六块钱。只是你下一回人会越来越少，因为你房子快没房子。对，这样钱好快，不过也不差。你，而且城市奖励感没错，转八个魔力点，六块钱，两个工人，四个神庙全部都加一，然后再加一个牧师，加两个人，
你先盖。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就是让他往上，至少我看他想拿到这个奖励嘛，就看你要不要出。如果要祭司的话，先升一个要塞，然后这边可以拿一个祭司。嗯，然后你只要站那个位置会跳上去。对，功能够啊，一二三，你帮人家算的功能要够啊，你算的要塞根本就不够功能。我看要塞提不点够，可以啊，少一个。四个要塞四个，没有，我不会叫你，我不会叫你盖要塞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建议你把这个换成神殿。为什么换？没有没有加魔力啊！对啊，下一回合没有。对啊，所以我只能先升交易所。升交易所可以马上就改了。对吧？嗯，对，先升交易所。交易所有好处就是，交易所几乎就是唯一可以拿钱的地方，多盖一点不会换，只是这要花六块钱。两个。这个。一块，对。没钱吗？没钱还有一个办法。掉渣。不是，这边还有一个城市叫六块钱，这样已经可以选五选一。然后如果你任何你看你需不需要祭司，如果你需要祭司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用祭司单次来。哎，不用不用单次来，你可以跨，等于说你可以拿到三点，并且。那要永久。对，但是就变成但是我还会有一个计时，但是你还有一个计时，所以其实你换坏点划算。你 anyway 你一定就是有个计时的。好啊，就这样子。等于说你这样用掉，对不对？你会拿一个计时，马上拿。下一回合你再把它丢掉。这个动作真的九分哦，还可以再给他九分，九分很高，哦是九分。这个是要放在这里。对，基本上会拿出来标记，就标记这个地方，就是从于你建造过的。OK。然后下一回，所以这两块地不能再被拿出去给其他算。因为他已经算一个东西了哦，我懂你什么意思，就是你不能重复利用它，这样子。你可以后来把它叠在一起，那可以升级吗？可以啊，升级还是可以升级，当然可以升级，只是它不会因此在计算你的东西。嗯，要交易所吗？五十块钱，交易所，你现在我就没钱了。在交易所至少还交很多钱，一点魔力两块钱。我下一回再做还有三块钱，那你慢慢做，你可以不怕死啊，没问题。出事了，这边有七块钱的那个未来格，还有一个未来产。我很怕死，要怕死了，我选择不做了，这些我想要留着。那我归还的时候呢，场上有四间房子，那我就加四分。哦，然后你等一下可以一二三四，然后等一下是第一顺位，第一话，那我决定先选拿产子吧，这个产子，然后看我怕死哦。大师拿什么？拿分数却不拿七块。我拿七块，我就不是有钱。很聪明，四点一铲呢、啊？我知道六点两铲比较划算。是呀、啊，理论上你可以哦。他现在就是打错，用六点换两铲，然后先用一铲。我跟全世界都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说六点换两铲最划算。我也知道、啊，你也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，但是哎呀呀。是残，然后我直接用吗？我换了不能用吗？这个有送建造，哦，只有送建造，他马上就送一个建造，三个残，哇！然后等等再改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现在就改，你也可以不要，看你这个刚好这两个动作有送建造。如果你要拖的话，可以这样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拖。盖房子嘛，加两分，再加两分。天跳分好厉害啊！各种兵种，你不知道干嘛？现在很怕死，或者是你有钱，你只剩一个人，一个钱，一个牧师啊！你去撞你的神殿啊！刚刚不是就讲了吗？对啊，嗯，你的神殿要撞一次，是不是？我想到你怎么可能没工作？所以你会有三点魔力值，你跳三，总共经过了一加二，总共是三点，往上推三点。然后等等会再给你，等等会再给你。那基本上我已经没了，艾瑞克也没了，我又换你。因为我跟艾瑞克已经喊怕死，就你们两个在玩，就是你们两个喊到结束为止。我已经把钱花光了，目前没钱。嗯，怕死了。还有聪明的选择，把魔力转上来。他选择喊怕死了，看你也没动作，应该是怕了。怕死吗？这有一个牧师你的加分。交易所，你场上总共一间、两间、三间，加起来有六分，二十六。然后我要你一定选牧师，哎，你也选钱吗？哎，可是七块钱跟牧师。等一下，七块钱没有，你要选七块钱。对啊，我等一下就有牧师可以拿，你想要骗？对，因为没有，你不拿，你拿牧师可以拿。好啊，那个，因为等一下结算的时候就会。
先给他加钱。哦，我们来结算。你这个有录吗？四级。你们两个各拿一只。那我们黑色跟蓝色各拿一个计时。你们剩我，你们剩这个可以。哎，你要我再拿。没，好 pass。好，分数结束。然后请。